非常的不哎呦，这到底要干嘛了？八我后面的十可可树下的奇幻小店，江宏杰被逼做这事都是了。你这个真的很好吃呢，真的吗？真的啦，而且又好漂亮。我们在外面嘴巴这么刁的人，这就是成功的，你知道吗？实境节目《可可树下的奇幻小店》，成员江宏杰、柯有伦、大佩、黄湘婷，不只要在屏东经营甜点店，江宏杰和大佩还抽空到学校学课语。学生有学生在那。哎，学生，是 Lucy 吗？健康操。真的是 Lucy。还是客语的 Lucy 耶、欸、好，那边把里面的书整理好，因为里面的书我现在看到很乱，非常的哎呦，这到底要干嘛了？我们要现在学简单的一到十的客家话，乖吗？一三四6 7 8 9 10 888试试看，三位同学。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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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
把斯把，是同一个音哎，那念好，再次把把把斯把，把把把斯把，把把把斯把，把把把把斯把。学客语都会流汗，是真的。到后面都湿，到后面都湿。而另一边独自进行搬运正位，黄湘婷。射什么路障啊，讨人厌。太贱了吧！哎、欸，这是莲雾哎啊，莲雾哎，哎、欸，莲雾掉下来哎，没有熟的莲雾可以吃吗？这个吃了如果中毒就不用拍了。